就他，是一个很好的教育孩子，做什么事都要有责任。他知道自己的学识不高，可是他对我们，他也不会用强迫性教育，一定要我们读到很高的文凭。可是他至少在做人的品格、品行方面，他都会严厉把守，都希望我们每个人能够。都能够容身一人，他凡事都是以自己为榜样，做什么都。里面，哦，我们要发挥我们的功效。可是再讲一句，我讲很多东西大家都很不明白的时候，很不了解。可是我还是要讲给大家知道。然后他讲一点很重要，他讲，我虽然不是受很多教育。可是，因为之前大家都没有这个机会嘛，他可是我很重视教育文化。他讲，如果一个种族、一个民族，这一个你要灭他，就消灭他的就可以了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很重视文化教育。他是很强调，在临死前的一晚，他在交代我们要重视。所以这是他的心声来的。所以希望我们新村的人，我们华人能够重视自己的文化教育。也爱自己的土地，这是他的心愿来的。他临死前一晚上讲了，讲了多久？那个大概有讲半个钟了，就是讲新村的东西，讲他的心声，然后讲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，我们在教会，在这个新村一定要做光做盐，我们在这个世上一定有使命哈，上帝给我多少？我就，我就要去做多少，给我多少就多少，到时候我回到天家，我才能够交账。他一直讲这种东西的奇妙哎。他以前会这样讲。以前他有讲，没有这样强调，这次就很强调，地图也拿出来，一直交代文化教育很重要。啊，我爱我的农村，啊，我爱我的，和国家，我们要爱文著这个教育文化，他一直强调这一点。他是很 OK 的，就是他被，就是讲到很那语重心长，啊，他其实还有很多计划的，啊，希望这个新村的乐林事工能够茁壮上来，有人带动。我在心想啊，就好像圣经讲的，一个种子死了，它就会发芽，因为大家就看得到他的心声啊，他的那个对这个新村农村的这个盼望。他得空他也就去这么多的，早期就东看看西看看，看哪里的设备不好，哪里需要改进，他真的很用心。而且他到现在还是两树清风，可是很多人不了解他。